去一堆田區啦，啲 iPhone 衫去曬大陸嗰啲南京村啦，嗰啲咁嘅僆仔而家喺度全部拆開一件件攞曬出嚟，而家索緊裏邊啲零件啦、原讀啦，冇 iPhone 衫啦，而家講緊 iPhone 七嚇，同埋 iPhone 唔係啊，同埋你話齋咧，即係葉劉淑儀，如果佢咧即係比較可能政治上咧比較敏感啲啦，啊或者係即係謹慎啲，都要留意一下，即係要。三一人大咧，隨時過咗一輪咧，整個中國中共都唔會提。係啊，中共嘅政權嚟噶嘛？你講得啱，係嚇嗰啲三個代表論啊，冇㗎啦，冇㗎啦，嗰啲科學發展觀啊，你見唔見而家喺嗰啲梗係唔見裏邊提啊？唔見啊，換咗人啊嘛，佢講嘅嘢咪唔會再出現咯。所以呢個未必有着數。你而家再中聯辦會中意呢個政改部分。係啊，但係習近平。上面的感受呢，我覺得現在是曖昧不明的。嗯，是啊，所以我寫光明頂話就是切勿跟車太貼。不是，現在跟車都是對的，跟車是對的，電駕車啊。是啊，媽媽不要跟這個十字車啊，大哥。是啊，現在是不可以了，跟著那個Bentley啊，最漂亮的那架Rolls Royce啊。所以呢，那希望呢，即有關人等啊，是可以微調一下啦，在這方面，是吧？如果唔係咧，對香港嚟講，你又係重複一次兩年前咁樣咧，賺又你堅守八三一框架，我就驚你年輕人堅守雨傘精神，咪又整多鋪曬啦咯，係嘛？係啊，喺呢個時候就唔適宜咧，再有呢啲事發生嘅。嗯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個政綱出咗啦，咁啊應該即係白紙黑字。手有得微調嘅，有得你正光話明係大光啊嘛，你係編劇嘅出個劇本大光，個大光出嗰日，唔係到最後個分鏡分嗰個分場分鏡同對白都好大落差嘅，咁啊係，呢個有得解同嘅，你話正光啊，係劇本大光，到你喺文幕嗰度睇到係海蓋度睇冇元素嘅，咁所以呢個。
父孫民眾你嘅三民主義老師，發咩叫老師咧？你搞清楚，係嘛？咩梁振英老師？梁振英咩老師？鬥爭老師啊！嚇，咪小事化大老師，咪挑起民憤老師。你要諗下，如果梁振英老師係會，而家梁振英未死啊嘛，生到夠啊嘛。一般嚟講，佢英年若果係英年早逝，繼承位置你就話。